有粉丝想看橄榄球僵尸速度测试，那么他来了。任务规则：当橄榄球后脚踏进草坪后，开始计时。本次参赛嘉宾：噩梦版、Omega 之线、Cat 版、冒险时光、TF 版。哪个版本的橄榄球僵尸速度最快呢？你支持哪一版呢？第五组噩梦版。噩梦版橄榄球僵尸耗时20.4秒。第四组 Omega 之线。Omega 之线橄榄球僵尸耗时13.1秒。第三组 Cat 版。版橄榄球僵尸耗时20.1秒。第二组冒险时光。冒险时光版橄榄球僵尸耗时20.1秒。第一组 TF 版。TF 版橄榄球僵尸耗时9.0秒。噩梦版小于 Cat 版等于冒险时光小于 Omega 之线小于 TF 版。TF 版获得胜利。大家还想测试什么呢？